咱们这边遇到易水雪山，对，到底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来看一下，云阵拿到了一把大克，哎，大克阴阵观战方啊，像你所说的，真的是遇到了困难。是，那么传统，哎，没有上、哦、上了女拔木，哎，上了女拔木、嗯，那么可能说稍微的没那么严重。对面也是一个神木林，神木林云头的神木林，开局就把这边啊直接是秒神了，还动作是，哎，神两次，连神两次，啊、嗯，运气非常不错。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届群雄逐鹿八进四的一个比赛，观战方是灵隐寺，对战方是玉水雪山。那阵法的话，观战方鹰阵，对战方云阵，观战方是被对战方大克。嗯，也是一把千斤塔，幸好是女拔木，就是如果上的是传统法系，可能影响比较大啊，影响比较大，确实。嗯，从场上的阵容可以看到，观战方因为是从变卡和阵法来看，观战方应该可能会有场上的一二速。嗯。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其实对于被大克我觉得还是好一点的，因为你有速度的话，可能对于场上的控制，毕竟大家也你看一二速在手啊，相对来说的话打起来会更加的顺手一点，你的封印命中率是的、嗯、再加上如果因为对面是神木林，哎，你这边接罗汉的一个节奏以及先手都是没错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嗯，对战方这个打法应该是钓鱼岛的打法，他不会去群秒，他也是动宠，对，就是动宠打你的节奏。对，那得看观战方这边这两个风系拿到这么大的优势能不能把局势全部掌控住了。没错，那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对战方要进行点杀，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物理系是一个什么门派啊，我来看一下三号位的头像，那应该是狮驼岭。三号位是一个，是一个魔族头像，应该是一个魔族头像，那应该是狮驼岭。嗯。啊，如果是狮驼岭的话，那点杀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连环击加法系单。对，嗯。从刚才对面这神木林出手啊，轻宠的一个、输出来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非常伤害也是非常高。哎，狮驼，这边我想会优先去清对面神木林的宠了。是。啊，狮驼岭没错、嗯，那就是狮驼武装，应该是女儿啊，第四个号位。我在想，如果是女儿村的话，拿了一个三速，可能就真的有点难受了。或者是武装方寸的话，对于对战方来说可能是会好一点的。如果是女儿武装啊，这个三四速是有点难受的。基本上这个女儿村啊，可能就动不了，动不了了，真的是有可能动不了，啊、是，嗯。还是得看观战方这边他能不能利用咱们说的双峰绝大的优势，对，来掌控住局势。一旦你这边的封印节奏打得好，对吧，再加上你罗汉接接也是能顶得住对面这个神木林的伤害的。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场比赛灵隐寺他可能在罗汉的这个运用上可能用的不是会特别多，他的防点的策略应该就是两个高速单位去起止人，如果感觉你要点人的话我就起止人防，因为毕竟我满管的愤怒就防你神木林一个洞宝宝，我觉得是有点亏的，感觉亏，哎，亏，哎，对面起爆了，对面接罗，先接罗、嗯，因为双招嘛，啊、双招对，开始叠漫天了，哎，漫天来得很快，对，第一手平 A 就出了漫天，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被大克可能会缺点伤害，宝宝也是直接被清掉啊，破血清宠，宝宝再神，是的。从上面来看的话，对面的一个伤害，不论是狮驼啊，还是说他的一个神木林、嗯，伤害都是很足的。对，这边的宝宝是扛不住的。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由于对战方也是应该是壁垒开局，他也没有选择去青蛇，就要拿罗汉去硬扛。对，硬扛，然后靠狮驼岭去连了。对，快节奏的，狮驼岭对吧？快节奏来清观战方的蛇，然后神木林清你的宠。对，又配合着。哎，这边的话也是砸了一手宠，可惜啊，对面是起了一把罗汉。哎，嗯，稍等一下，咱们得看一下观战方这边他的女拔木啊，一旦如果他去群秒，他的一个数据是怎么样？对，但是从开局来说的话，他这边方寸频繁催眠的话，应该不会去群，也是可能说像对面一样，也是要先清清你的宠。是，像对面这种他没有幻魔情况下的话，如果他没有宠的话，那观战方像这种情况波澜然后起灯的情况下，如果你的狮驼不能顺利出手，那这幻魔清不掉了。对，可以这么说，嗯。继续平 A， 哇，这吓得我以为再来一手啊。
啊，继续动宠对宝宝根。其实你看，动宠宝宝根是可以把宝宝清掉的。是的，但是神佑了那是没有办法。对，那是没有办法的。对。哎，防御手吹，那这龙龟应该要保不住啊。如果说这样子的话，这龙龟应该只有死血、嗯、啊，还有一只根，那，飞神即死了。对，这边的宝宝基本都是力皮壁垒，对，对吧？壁垒防你一手防御，然后还有力皮跟上，哎、所以说的话也是，多元的一个宝宝、嗯、加上这个输出技能，所以说防不胜防。嗯，那现在这个场上的局势对于观战方来说其实是不错的，虽然说被大克啊。清宠的效率很快，开局阶段对方神木林应该是已经飞了两只宠了，狮驼岭也是又拿出来补了一个宝宝，观战方这边双招成型，而且对战方目前这个阶段对于观战方的蛇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能力的，嗯啊，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能力，那这样子打下去，其实大克的影响就会慢慢的消弭下去了。是，哎，一把金星，这把催眠没中啊，也是比较关键。嗯、可以看到观众方这边的方寸啊，有两把催眠没中，可能说要找时间的去找宝凝神了。对，而且接下来就要看看会不会选择利用有金青解封的情况下要去点一下人，因为你这么打，感哦还是没有点。嗯啊，因为这把也是怕万一出不来。哎，师伯的一号直接飞了。你看，继续清宠。对，林隐寺现在的目的也是非常的明确。我这边的风系其实如果压制你的双风的话，我跟你比清宠，我这边还有幻魔，对，可能说也不会输给你太多啊、再说狮驼岭即使被大哥他这边出了一把漫天，伤害也是应该够去清这个宠，就是说买一送一啊，清宠没问题啊，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如果你的双风有速度去控制对面的双风、那么我就不用清你双风的一个宠了，对，对我去压制你两个输出的宠，那么你两个输出即使大克，那么出手的一个回合数变少了，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扛不住。对，你看对战方又是接起了一把罗汉、他也知道你有双幻魔的时候，你看、你有罗都顶不住，对，有罗都顶不住、他就是一点一点锤你一下两三千，锤你两三千， 对吧？哎，这边狮驼的话也是很郁闷，对吧？这个幻魔帮我清掉了，我没买成。对。但是对面的宝宝确实稳不住。这样子的话，你是站不住的。嗯。而且现在，对于观战方来说，他也不需要去取秒、嗯。那我就是嗜血之戒杂宠嘛，对吧？嗜血之戒，然后再加上这个狮驼影狮驼，对，去清宠就好了。你看这边的牛春，我觉得他改变了策略，啊、我三飘。就是如果我飘中你一个输出，或者说飘中你一个宝宝，你的都出不了手了，对，因为你壁垒什么的要出手，对吧？都是法术，没错。改变一下策略，然后由方寸去吹那个单位，这就比较的舒服了。因为刚刚他左边单位第一没宝宝，第二有清净嘛，所以说你没宝宝，你肯定要补宠，我就不封你了。对，瞄准左把三飘就好了。所以说对面的大克到底什么时候能打出一个快节奏，或者说把观战方这边能够把宝宝。快节奏清空的话也是比较难、对战方想打快节奏难度很大，只能看、他什么时候可以去清下宠、只能是清下宠，包括你放特技，你看对观战方这种全面拿速度的情况下，你很难去放得出是特技，就像刚才那样子，你只能赌观战方不中啊、这是没办法了啊、先把蛇连掉，伤害啊、伤害是够的，伤害一定够，太猛了啊、伤害是一定够，出盾扛不住啊，出盾都扛不住，继续买，你看他就是杂宠，他没有别的想法，他就是杂宠。对，这只宠应该是蔡司啊。那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沂水雪山来说，它的伤害是够的。嗯，伤害肯定够，有大克啊。对，伤害肯定够，只不过呢，他现在这个伤害不一定能打得出来，就是因为观战方的风系太准，啊，控的对面他不太好出手。对。哎。这个宠的死亡法王刚拿出来又飞了，刚拿出来，对，因为像对面这种，他被观众方频繁控制，哎，打血，但是这样子打血啊，也不解决什么太大的问题。你被频繁控制的话，你这个出手不啊，你去放特技，那是只能看观众方脸色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没错，你看刘云在补。稳定一下，拿一下自己的一个狮驼岭速度。其实关键时候我都觉得可以像昨天。钓鱼岛那么大，你最后一回合变身是吧？象形，对我就象形，对，我幻魔在我优势，对吧？没错，就他也可以学习一下这样打。比赛到目前为止，对战方的这个左边，也就是左边这个猫灵啊，还没有使用过门派的法术，被控的比较死，真的 是还没有使用过门派的法术。
只使用过一把青罗汉，罗汉啊，不，右边是武装嘛，左边的这个东西，左边这个没有，左边这个还没有，他只放过一把金枪，放过一把罗汉，然后就是招宝宝，对。那现在灵隐寺让对面陷入了一个无限去出宠的这么一个循环里边去啊，他自己的优势其实比较大。那这回合官方女王就可以选择拿个宝宝出来，下回要去变蛇了。对，也不用着急，其实，其实可以了。他这个时候就是我两个幻魔一直在场上，你狮驼岭就不可能那么轻松去清我宠。你想清蛇，你一定要考连环技。是，哎，直接无魂啊，你们自己走。再催，那又中。你看，你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你两个输出不能同时出手。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战方的武装，对战方的武装是比观战方的普陀都慢。普陀精清完了以后，对面的武装才出手。哎，有没有漫天？没有。嗯。啊，开始群秒了。林斯打得很凶啊。对。都不招蛇了，直接就群。对面的话，你看神木林也是再拉宠的，对，不可以不补这种情况，因为他被封的话没什么事干，那贴也贴不住，贴不住，只要你双输出有宠，我这边就盯着清，对，然后你这边要不断出宠，你的这个大克的输出啊打不满，这边的话方寸也是被控。我在想观战方的普陀啊，接下来如果比较闲的时候，他都可以去给输出打颠倒，或者给风系打颠倒，打颠倒武装套过来都套不上。尽量的，因为肯定首要以狮驼岭为主， 对吧？方寸的话还行，因为你普陀比对面的风系快，就有这么一个优势。对，就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你的清境真的就相当于是两个回合。就看对面他的一个灵视佩戴了。他变这种卡，我想应该是带的抗风啊。但问题是也不抗风。从开局来看，观战方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对，很高，啊、很高。你看，那三飘又进去。对，基本只是见这边方寸啊，就有失手。哦，因为现在是有神马的一个关系，对战方的左边的猫灵是拿到了一个二速。但是这样的速度好、疯狂英皇有什么吗？5700、没有，伤害也很高了，伤害很高，那就是要跟群秒，难道是法系？不是，难道是法系有吗？可能走马风卷你也很难。对啊，是我们来看一下法系的操作。我觉得可能狮驼岭啊，两边对飞，哦，这边感觉是星元、8000，你觉得呢？我们来看一下。没有，有没有觉得啊？没有，8000应该是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应该是暗爆吧？应该是暗爆的，很刺激啊！这回合群秒，我感觉观众方这边也要倒人了，他狮驼岭，对面狮驼也倒，风卷残云来了，感觉也要两杀吧？弹了个甲，没死啊！这边方寸是6600，他血量是比较足，女儿是弹了个甲，就算不弹甲，应该也是全残，不过宝宝神用哦。那这样对战方不好打了。对，突如其来的一把对飞。那这样的话，观战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他一二速，他想惊就惊，想罗就罗，想笑就笑。是，惊完他还可以笑你武装啊。对啊，一惊一罗打得比较稳。比较稳。看一下对面拉起来，肯定是为你出宠了。啊，纸人了，两个纸人。拉起狮驼，狮驼出宠。这个地下飞方寸8800，我真以为是幸运了，要不然。被大克，你突然飙这么高，打得很稳啊！把宠出奇。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招，因为你已经有死过人嘛，你的愤怒点就已经不全了，对吧？你的愤怒点不全，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再去召唤魔出来，你罗汉不好接。对。下回合观战方方寸有塔，他可以选择去，效力了。如果这回合看一下对战方拉起来的猫灵他怎么操作，他如果是封印的话，观战方就效力。他如果女儿村拿不到一个二速啊，太晕了。对，这实在是没办法。你小马回合一过，这边方寸，对吧？跟女儿村对，催你控你都是非常方便的。既然你看啊，女儿村狮驼因为是刚刚是尸体没有愤怒。武装可能会有，普陀可能会有，就这两个点吧，就笑就好了。我只要笑你的云头已经放过了。对，打
三飘没中，会不会笑武装啊？直接推普陀，这也是，然后普陀笑对面武装，哦，这把杀灵没笑吗？啊，没笑。看一下，看一下对面放不放其他？也没放，可能不够。哦。这样的话，对战方现在场上的配速开始越来越多，配速越来越多的一个信号情况呢，也就是观战方的蛇就更难清了，你只能靠石头岭变身连环技。那么石头岭如果一旦没有变身，血量也是比较残嘛。对，如果观战方这边针对你，对吧，去进行控制，那么出不了手。这个时候我估计林隐寺已经不会去控制了，他就会直接继续飞秒，就压着你的，因为，你看啊，现在是三个高速单位，再加一个神马，四个高速单位，他怎么飞都能飞到石头岭呢？嗯。再加女拔木群，面上对面两个风系扛不出去的，下巴把罗汉一笑。即使被大克，嗯，我们看到这边输出的一个数据啊，并不是低，不低不低，对吧？属于中层面上的，所以说也能够去飞秒了。再加上还有帮手，是啊，不，那肯定跟对面比肯定差点，是吧？这边飞过去有个差不多4000已经够了，哎，再控，这把没控，还是推普陀，不让你起，哎，不让你点灯，点灯啊，不让你点灯，对，这个牛春。啊，笑武装了，这就是因为之前他有愤怒嘛，对吧？这样就笑，只能套，啊，套中。这把是没有一个啊五行颠倒的，没办法。你看这双方，你这没办法呀，你顶不住啊。对，当你倒过人，倒过一到两个人的时候，在你没有速度的情况下，你的罗汉就很难接得起来了。嗯，观战方这等于是。普陀都比你武装快是什么概念呀？我都可以两个风系去封人，用普陀来笑你的武装。嗯，这把速度丢的实在是太难受了。对，这个变卡决策，对吧？这个速度估计也是没有算好。哎，看一下这边这把，可以继续清火。观战方女拔木有一试，这回合是支持飞秒的，支持飞秒，因为这个回合呢，他还是女儿村和狮驼的愤怒还是不够的，神木林刚起的塔也不够，武装被笑过，虽然脚下有塔，保险一点，你可以再笑他一下，笑他一手清风望月。对，如果说要打得凶一点，这把就可以直接飞秒了。嗯，这把飞秒的话，其实伤害也会很高，而且女儿村不一定能站得住。如果想的就是好一点。对面女儿村出丑，嗯，对，对吧？你去控，啊，先屠刀了。你去控对面的武装，对，然后跟银头这样走飞秒，他绝对是飞不到这个神木林的。好，哎，有机会。土陀先放掉了，看一下会不会连蛇啊？那么我觉得是一定要连蛇了。这个时候不连蛇好像不太行。再飞，再飞，灌伤害。哦，就打纯打面伤了。对，因为借着大克高纯打面伤，给观众们压制。但是。那还是得看神木林啊，还得看神木林啊，这样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天魔觉醒飞死。这口体系也是真的比较急啊，说实话。再招一个宝宝，还是得看神木林的这个威力，1000、7800、2000。即使有法连，宝宝神哎，宝宝神，宝宝不神还行啊，那可能经掉双幻魔的。对，那这就很舒服了。那还行啊，还行，只要这个宝宝神了。不过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不用风卷的情况下，虽然有阵法大克，那么云阵它的位置是云头是没有法伤位加，没有法伤加成的，它的伤害还是差了一丁点，就是，稍微来说就是比较平均啊，嗯，就是相对的哎，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哎，没有太大波澜，嗯，没有太大的波澜。对，那这边的话，其实你看压力也挺大的，但是我毕竟有速度呀，对对，有速度，我速度在，我不怕你啊。对不对？裸起，然后补个跟点点，对吧？对，你看配速开掉狮驼，再买。我只要罗汉一接，对吧？拔灯一点，其实毕竟对战方的这个留一下面伤，不一定能够打得很持久。如果每把都这么飞秒，对，那如果把把这么飞，那观战方肯定也不好扛啊，对不对？先去清宠，那清宠能清得掉，那对于观战方来说还威慑了一个。对，再招一个天魔觉醒。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罗汉以后这神木林的威力。嗯，这就是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带传统法器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就是说一定要去拿到一速啊，但是尽可能的要去拿到一个高速，因为什么呢？你有高速度才能保证你的
就是去控对面的罗汉，你保证你的传统法系的一个正常的输出。是，比如说女儿有一术一把金青，那两个输出是基本上除了关中方必中，对对吧？你就一定能出走。那这样在接过罗汉以后，我就对战方神木林啊，出个宠，实在不行再加把密润吧。对啊，你像关中方这种情况，即使他扛不住啊，对吧？我这边有象棋，是不是？对，所以说还是能够继续，就是说往下走的。不要人了，只要再打个可能说十个八个的对面的，你看现在都出到这种情况了，对，它的一个质量肯定也会越来越低。没错，如果说这个宠物上跟不上的话，那就很难持续去跟关中方这种较量了。你那边是龙大街啊，跟宠一起去消耗的。其实关中方这边，对于药品的消耗，我觉得还真不大。他前期他没什么压力呀，他就没怎么消耗药品。你看两边都是互补啊，中了一把五环，这个应该是匹马的，马死了。嗯，你看现在宝宝对战方宝宝就是无限在打睡，然后再顶药，再跟宝宝又飞。嗯，防御也得行。宝宝飞太快了。我们看一下神木林的塔啊，在之前放过一把精，然后现在几乎踩塔结束了。四回合的话，现在还剩下一回合，96点分钟了。嗯。也就是说他慢慢的也会够了，藏着一种愤怒。但是毕竟是作为一个法系，即使精清出来关战方也不怕呀。精清关战方就不虚你 啊，我有速度，对吧？对，我不怕你，那我再封你就好了。对，现在打的是控制，对，以及清宠，他还可以买五号。再笑一下，再笑。又这个对战方的女儿分啊，没办法。嗯，先把罗汉盖住。估计关中方这一手应该是买一送，然后招死。对，看一下蛇的 CD， 一会儿看一下到不到。嗯、再出宠。哦，金青太稳了，真的是稳。这把应该是要保证，哦还不够，那就是先全了。哎，有根。那他真的是够了，够了，精了一手。但是就是我们说的，你精了，其实我不怕你，我下把还是可以控，还是可以控。你的宝宝纯根的五号，打了睡，对，啊，闪右一下。那么现在由于观察方向还没出蛇，他的狮驼灵也只能继续去博宠，只能博宠啊。嗯。一号位的孩子，如果现在是。24分还没进入黑天，应该哦不，这是女儿村孩子，可以，我觉得如果不顶药的话，就先躲个隐身吧。对，躲个隐身。飞得太快是吧？宝宝飞太快了。不过观战方这批宝宝由于飞得比较慢，感知也对，但是你没办法呀。嗯。观战方也是不能说是主清对面女儿村宝，但是清的也很多啊。这边基本是像你这个啊。我的愤怒，你的武装刚放过罗，所以说你也会没有愤怒，是基本上就控你狮驼岭跟双输出，你就没有办法去有金青或者水青出手，他就又能缓一回合。哦，盾牌格挡去打一个防御，嗯、是给宝宝打的。哎，变蛇了。哎，上了宠，有套路，但是没办法。一只出来的话，有点势单力孤啊。对，势单力孤。而且关中方这边的话，本来就盯着你神木林的宠物清，对，那你岂不是出来就是一回合战？这一回合就啊，所以说你这种宠啊，谁出比较好呢？我出或者武装出，可能说还藏得住，但是你这个双输出，这被集火的对象嘛，啊，本来就是要集火清你的宝宝，啊，让你没办法去这个冰川怒的。那这样的话，神木林又得出宠，嗯，关中方开了狮驼。因为对面这把是有罗汉的，官方女拔木会选择去招怨灵先，她得先招怨灵，狮驼岭这把开掉，最多也就是去博个宠，或者是去叠把漫天，因为我觉得现在她博宠也没有什么宠好博的，还不如平 A 叠个漫天呢，可能博不掉，很难选。对，你就去平 A， 再加宝宝壁垒的话，是能清掉对面这只法王宠的。对，你防一手对面法王宠。不过对面防守可能要开自己吃，要开，对，开狮驼连，对面开狮驼连也只能狮驼呀，嗯，哦，连蛇也可以，也是可以连蛇的，就看一下要不要连了，因为这个时候对战方还有最后一回合罗汉，对面武装开始包围了，破甲，点一速吗？
我感觉是提前破，提前破啊！当然他连我感觉一个人感觉，如果哎两开那是点人啊、哦，点人了，两开点人了应该是，也没有，还是飞哦。那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锤雪山的打法，他就是我就不点点人，我浪费、哦，我就打面伤，我用大克的伤害去压你。看一下这把会不会走风卷残云啊？打个塔啊！哎，风卷残云，看一下狮驼能不能扛住？没秒到狮驼，宝宝又神了。哇，那这把是如果没有秒飞宝宝或者秒倒人，其实是就对，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意义。一批再起，那这宝宝又扛不住呀，得神啊！不神，那不神的话，这就走了。宝宝站不住。嗯。因为花了也是这样飞过来，其实你看，两个幻魔不飞，宝宝不飞，就是没有效果。对，这一直在这样子去打面伤，虽然是有大克，但是效果真的好吗？毕竟你如果飞，哪怕你把宝宝飞掉了，你人没飞死，那观战方这么拿速度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他下回合精青罗汉都有，你是飞不帮对面的呀？对。再出，这出这个时候出个幻蛇种，主要就是也是为了顶顶血，而且女麻木的药都没怎么吃。我感觉对面就是感觉要疯了，知道吧？你看出孩子加伤害，然后可能这个神木林再出的这只手下留情，这只黑童子啊，也有可能是这种高攻种 啊，对，就反正他就拼了啊。就是借着这把大哥背水一战，就是背水一战啊，直接飞起来，不跟你就是说瞎哈都弄了。他飞两把，他就能飞掉条蛇。如果不神，嗯、因为飞蛇是七千，如果不神的话是可以。啊、嗯，如果观战方这边选择一惊一罗啊，就完全能扛得住。主要的问题就是，当你狮驼岭休息这回合，再飞一把，我觉得愤怒真的就差不多了。对。包括观战方的狮驼，他也可以选择性的去放金青，对，这样子血量就能抬上，而且还可以让女麻木出手。而且我们光在说，狮驼岭两个风系，因为他普陀也快，他普陀也支持放特技、是的，普陀也快。嗯，你对面唯一能笑的点就是你来了啊、又来金青了啊、这把再推一下法系啊、命中，也有对战方也金青、嗯，那就是说继续两边继续打飞秒。嗯啊，那轻轻抗风，看能不能封进去，没封进去啊。破了两个单位，这边是满血，破两高速啊、可是这边是满血啊，你不爆，哎，加了魔镜。其实我现在已经感觉大概了解对战方的意图了。对战方的意图就是破你两个高速，然后飞机，飞机就是压你两个高速单位的血线，看一下神木林跟群秒的效果，对，能不能把？你看来了。对吧，对，就是看你这种效果有没有出现，出现的话我就把你的高速单位压死、如果爆就有希望，对，6800破血清口，宝宝清掉，但对战方神木林这把出手官方方寸那是必死的，嗯，方寸应该是必死，除非毫毛不过这个说实话，这个神木林目前这个阶段的伤害确实不高，嗯，只是靠狮驼岭在前面硬性的把血线压下来，他去收一下人头，是，其实他的爆发还不太够，我感觉如果是个魔王的话，魔王我感觉就炸了，嗯，我感觉就能炸，火焚噬可能会好一点，对，或者风云变色，我感觉真炸，对，那你这样的话是一个意外情况，是压死了观战方的方寸啊，嗯，方寸倒了拉起来可能会选择推一手神木林，对，还能接受。小旋控再飙，哎，罗汉一对，这就说这个问题嘛，因为你就算压死一个啊，这把清净就是为了防止你的就起来催，拉起来催眠、啊、对，看一下这边的话上不上套，上不上套、啊、对，哎，孩子隐身了，先躲一躲，把魔镜清了，魔镜直暗防，对，宝宝法系跟不跟啊，也跟了，全跟，应该也会有宝宝跟在群，还有罗汉掉，确实这伤害啊，三头五百的还是差点事儿，对，差点事儿，看五只虫啊，拉起来问题还要一只拉啊、两只去拍啊，先顶个大金拉起来，再给一个大金，好、哦、贝玉小四海
你看，哎，不催法系，对，当然你没催中，这是没办法，啊，对，没催中。但是他这个波倒是没有上套的，对，可以选择分身。嗯。不过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现在看一下雪山有能不能抓住这个空隙，趁势继续进攻。对，因为观察方狮头领这把没有变身了，嗯，他没有办法去通过象形去压制你的进攻。是，但是他受过一波伤害，踩塔五回合结束啊，是有金青的，啊，有金青。对，先金先抬一波也可以，看他怎么选。我觉得啊，你怎么抬这个方寸不太好保，还是得再就是，其实这波也不用点拉，等下回合再拉起来就好了。嗯，不过有速度点拉也行，哎，啊，先精女儿分先精啊，靠把风让普陀把灯点了。对，分身分身。那个破分身啊，破分身，对，再加双灯，啊，对，那其实把灯点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他三号宠还按他，就是防守孩子吗？啊，不，三号宠是吧？对，他普陀的对三号宠有可能会是有可能还按你手，那你还陪他，啊，没防没防啊，嗯，宝宝去贴了，可能还看看有没有宝宝贴，还贴。全天呢，就是像你说的，像七志刚才说的，看一下狮驼岭这把有没有直接金青。对，如果直接金青的话，还是选变身。先变身啊，他是有愤怒的。对，先补光，啊，先补光啊，就比较稳。一秒伤害1500，宝宝再神佑一下。宝宝神了挺多次的。哦，对战方这感觉要绝望了。对，就是清不掉宝宝是比较绝望的。其实咱们这种打高伤打面伤。就怕宝宝清不掉，对，就是怕宝宝清不掉，就是为了清宠压血量，你没宠卡血了，对，自然崩，没错。但是宠清不掉，啊，这太晕了，对啊，太晕了。除非你一直飞，飞到40多回合，对吧？那药品消耗的差不多了，是。但是你同时你也有消耗的，对，太难了。哎，这时候走坚强了，你还是抬抬血量，没什么问题。对，那这已经稳住了，嗯，双色腾息。那对面狮驼岭没有变身了呀？嗯。对面狮驼岭没有变身，也就是说观战方的蛇至少活两回合，两蛇是两回合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下回合你看，这回如果控住了你的普陀，下回合我再控你的狮驼，你怎么办？你的这个武装刚放过这个清风月，对对吧？之前的一把金晶是女儿春放的，也没有分。对，所以说你这一手啊，你的这个接不起来罗汉了，不太好接。然后你的狮驼想变身啊，我感觉有点难。这边女儿村有花，我用女儿控你派圈圆没用啊。对，我这边方寸对吧，去吹你的女儿，或者直接我觉得吹武装就行，吹武装，嗯，因为他女儿村可能会大概率会继续去设暗器了，嗯，所以说的话这一手啊对面是有点难顶。然后这边宝宝亲一亲你的这个狮驼岭的孩子，对吧？不让你变身，然后把孩子清掉，八木招怨灵，嗯啊，这节奏就比较好。然后普陀第一给你崩啥，哎，对，啊，给你就是有花就必控，好，还是催女儿了，哎，没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催女儿村的，他就是在设暗器，嗯，你去把他的武装推进去，对吧？不给他任何的这种机会，那这蛇一咬，你这怎么扛？是，这太难扛了。哎，石头岭先接个罗还行，还行，这还可以，还可以，对，还可以。石头岭这把罗汉非常的关键，哎，哦，单砸孩子，单砸一丝。密润了，这没办法了，只能先密润了。不以为宝根吧，哈，这个孩子还摸一下。雪山也是发现了，的确啊，这个虽然是拿到大颗，但是法伤确实不太够。对，一直猛攻啊，猛攻不下，自己就可能说还行，后续续航续不上。因为你自己在进攻的时候，你一定会暴露出来你的一些弱点，因为在进攻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观战方真的是没有用宝宝跟啊，没有跟，就感觉单砸必死，嗯，但是没清掉啊。你对面狮驼这把罗也是打得非常漂亮，非常关键啊，没罗那孩子要么神，要么飞，对。及时的就防一手啊，对，还是比较可以的。那这一手你就可以开出来了，是的，变身，继续三飘，哇，这三飘也赚了呀，飘中两个，很赚。哎，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对战方的女儿村虽然是速度慢，但是确实抗风，不然方寸凝神是应该是连着封了两把都没封住。对。哎。刚出来的孩子，哎，先力激发，本来魔镜激发配先力激发，对吧？再给你走一种，但是这配合没搭上，太难受了。看这个太难受了，确实是难受。没堵上，那这回合的话还是不能保住。
一号位有地踢，蛇还有半血啊，就马上有点上。这回的尸骨岭是什么操作啊？好像没有开啊。对啊。哦，要不然就是这么说，先烈的孩子开的，跑了。对，难受。那只能是这么来解释了。只能这么来解释了。那这回又力争一回合，这把方寸如果再吹，对吧？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你解不开，你变不了身，清不了蛇啊。嗯。下回合罗汉结束了。嗯。并且是咱们千元组现在的比赛，对，就比较少带意境，就说配这个配合相对少啊，相对来比较少。而且我觉得观战方也不会说就是很快就给你啊，你看先开掉，他也不会说去拿逆境怎么着，因为毕竟现在场上如果能拿逆境，那是个法系，法系拿出逆境来可能还是浪费的功夫。那么观战方一二速在手里，你拿个逆境，就让相当于你神木林走个精清，我不怕你，是无所谓，对不对？就看孩子能不能保住了，他又出了一只啊，这个孩子还是没神啊，孩子还是没神。那下个回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清风的这个三飘的回合武装，还有最后一回合了啊，解掉了。哦，没有，武装还有一回合三飘，那这回合观战方大概率要上他的女儿村了。对，如果自信一点就吹。嗯，吹也可以。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不是，我是因为感觉观战方这回就可以打，我看女拔木有仪式，这把是可以先飞秒的。嗯，这把飞秒的话，我觉得催眠啊，当然也可以啊，催眠是就控，我就控你这一回合。再搏一号。对，再买。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直接飞就好。这把是可以直接飞秒了。我觉得这个局面啊，对面梅罗场上少两只宠，对吧？武装又被封，是直接可以支持你直接飞秒的。对，看一下他怎么想。就是你直接笑笑对面的女儿村，控她的狮驼脸，就直接飞秒了。狮驼脸可能要倒的。哦，催眠了，那应该没有飞。那你应该是继续。对你得笑啊，对吧？这一把没笑女儿村，我觉得，感觉上是有个小小的失误啊。那这把对面要么飞，要么连射，我觉得不会连射了。就按照他之前的打法，就继续飞了。你看，继续飞机。对面就没有想要连蛇的这种想法，一气对六千二，神木林对五千补血，五千两个五千啊，好叠半叠半天去了，看神木林，风卷吗？啊，先烈，风卷残云、还是点你三号，三号再神了，哎呦，心态有点炸，这真的是心态有点不太好了，普陀残血，方寸有凝神。我觉得方寸岛啊，方寸岛其实还好，是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在对面这种就是说宝宝不齐的情况下，观战方扫人，哎，这把被哦，这把笑女儿村是因为被普陀，对，要放，我又比你的普陀要放快，对对对，笑不了，是，那对面的女儿村是被罚站了，没动，如果对面宝宝齐全，我感觉导人还可以，来给象形了。孩子又跑，孩子又跑，哎呦，这一场比赛最让他这运气，这什么运气啊？这是非常的冤。这边其实如果一次倒两个人，我感觉对面会有一丢丢机会。但是啊，倒一个，而且这边速度掌控完全在手，起来喝酒干嘛，就是说都可以。嗯，其实我觉得倒啊，你就是倒两个就是倒两个风系，我觉得意义都不是特别大。还是给宝宝飞。对，就是宝宝飞。然后倒两，你得，你像神木林的那把，刚刚那把群秒，如果是秒死了方寸，再秒飞三号虫，其实这已经有好几次了，他三次，对啊，四次这个三号就没有飞，所以也是造成一种就是说观战方这边没压力，对，他普陀是一直去给回复的，对，他不用去出宠，对吧？即使我压力大，血量压力稍微有点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较劲，他有的时候他宝宝爱神，你就换个清，真的是得换个清，你真得换个清啊。有的时候啊，这种较劲，有的时候真的，当大家自己打起 PK 来的时候，你爱神是吧？我就跟你卯上劲儿，对，你脑袋一冲动，对吧？对，
我就非得把你清掉啊，跟你没完。那你看这是浪费了真的是三四次进攻的时间再清这个三号桶，这个三号桶就一直神给你看。哎，对面的水木林他又慢慢的又攒了一波小分了，就看对面怎么打。现在观众方有罗，如果你打出来啊可能效果不太好。牛村我觉得他放完这把金之后还是人家飞镖，如果他选飞秒的话那就破分身啊，看他还选不选。其实他现在飞秒的话也行，毕竟方寸是没罗的。方寸没罗呢，然后这边狮驼岭没变身。对，不过你要是飞秒就是清宠上面又清不掉了。是清不掉啊，清不掉宠，你又这样子飞秒蛇未必能清得掉。其实对面压力还是蛮大的啊，继续飞镖破分身。对，来了笑捕陀，没笑捕陀，哎，笑法系不给你坚持。对，看一下捕陀啊，对面啊，五号穿一下，太顺顺。其实这种节奏看一下对面有防催眠，宝宝挺分啊，还是去激活你的法系的宝宝。对，法系宠带卡是吧，那蛇飞不掉。这边血量回到安全的话，下把的话对吧，你的师徒飞不出来，那么我这边解决，哎，打血，那下把他可能要波澜蛇，波一下右蛇。对，波一下右蛇就能两条蛇都保得住，对吧。狮驼岭的话踩塔还适合，不知道他这个愤怒如果有的话他也可以说有金钱。现在由于观赏方的方寸有分身，对面的女儿村他基本上不会出手封印，他要去破分身才能过去，因为这把观赏方没罗了嘛。那也就是说观赏方女儿村控一下对面的狮驼岭，方寸去催武装，方寸去催武装，那这样的话这个回合其实是没什么太大压力的。你催武装然后女儿去控狮驼岭不让他动，如果不你能保证不让他动，因为是效果了上回效果武装嘛。对，如果保证了不能动，那两边捕捉应该都是走完成功。而且你催他武装的话，他想他也动不了。他女儿村丢飞镖对吧，是你去用女儿村去攻他的狮驼对吧，女儿控狮驼看一下，哎，失手了是不是催，哦，催捕捉去了，催捕捉，但是这把没套中啊，防捕捉血三飘来了，给你吃力气小三飘，飞秒了，这是肯定飞秒。所以说为什么，所以说为什么说你套狮驼，就是你女儿控狮驼一定要是方寸催武装，就是在这里。哎，这一把可能真有东西啊，你不催武装啊，那你这不是要拿大环吗？哎呦，这斧头不弹脚感觉斧头要死了。来看一下神木林是不是还要清这个三号宠。金清，金清他够，但是方寸的血量还是很危险，方寸不太好，因为没罗汉，除非黄金甲，只有这个节制。看一下啊，哦，不行，法连没，法连了，又神了，哎呦，失血啊！我觉得，哎呦，这真的是啊，这应该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了吧？对，啊。三号清不掉了，清不掉，哎，暴露了一个高连。对，高连，你这样子的话，其实相当于上个回合又没有做什么太有用的操作呀。对，很多次了，就差那么一丝啊。是，哎，是不是新源啊？苍灵血雨，这是新源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按照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去起这个法宝。应该不太会，对，因为他刚刚风卷过。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新源。我个人三千九应该，宝宝，行了，我觉得新不新源也无所谓了。三号又神了，又神了，已经不要去看他新不新源了。多差一声，这爆得很厉害，我感觉是新源啊。应该按照道理来说，对，如果没罗，应该是七千多，对，七千多。再新源也敌不过三号宠的神佑啊！啊，难受。这把方寸倒，观众方这边其实也开始有点压力了。这个狮驼的愤怒也放过了，女儿也放过了。捕陀应该过，我觉得得起纸人了。这把观众方啊，哎，他可以这样，
起止人的话呢，因为他这把如果要去开石头，只能是普陀去水清。普陀去水清或者是女儿去水清，那就是说你要么你就不控狮驼岭，你就直接起止人，狮驼岭向对面的神木林，对，我就控你一个点嘛。再一点的是啊，用宝宝贴，对，用慢的宝宝来贴，啊、对，三号防一手，烽火狼烟继续冲刺啊，怎么说？我觉得要像了，这不像，我觉得不好扛啊。啊，烽火狼烟再加狮驼岭，来看一下4300没有星云啊，只是一把增加伤害而已，是有贴贴。这是要贴的啊！再贴狮驼，不让狮驼死。看一下五号位的宝宝是不是贴狮驼岭？蛇这时候已经管不了了。嗯，贴不贴狮驼啊？真别说啊，对面啊有贴，有贴啊，贴狮驼岭，有没有去？这得象形 啊, 啊！对啊，这一定要象形啊！这你不象形啊？这你不象形，扛不住了。是，然后宝宝拉起，拉起，嗯，对吧？拉起吹一个。我估计还是吹，还是吹女儿算了、啊，对，还是吹女儿。哇、哦、抗风，真抗风，真抗风，我感觉要换个单位了，就吹对面普陀子吹武装、嗯、对吧，得换个单位了。那他武装刚刚是清风了一手啊，清风了一手，那现在是 CD 不够，他的普陀是哎呦开始不准了。嗯，笑脸看一下普陀是不放精，摇铃铛，摇铃套中一速，哎有说法了啊，但是这把他法器只能出宝宝了。那这样子的话法器是解不了封的，狮驼岭可以出手，法器可以出手，但是宝宝还是不好的，狮驼岭出手，法器得出手啊，啊法器出手，这个是归宿还是应该是配速吧，我觉得 啊配速或者归宿啊，感觉上因为不是女拔木拉出一个吸血鬼来，的确让大家可能感觉 哎好像有点不会吃亏了、那对面感觉这回再冲过来的话是吧，再飞起，对，因为他普陀脚下有个塔，嗯，虽然说武装清风过对吧，但是我普陀这把水枪，我水枪就好了，一旦啊猜中对吧，一旦猜中，你想我觉得不用猜，就水狮驼岭、嗯、神木林就作为一个辅助就好，行对不对啊、嗯、狮驼岭伤害高啊，嗯，其实我觉得上法应该你去向狮驼的，没有他没有对面狮驼快、哦、没有用，他只能向法系，只能向法系了、嗯、向狮驼直接没有物理，不是、嗯、没有物理因素啊，没有物理因素被拧回来，对，难受。那这回和女儿村怎么说，丢个神无魂吗，还是丢个盒子呀，你只能无魂了呀，感觉只能是无魂啊，无魂法系啊，纸人在前，那这把就全做防守了，全纯防守，有的，然后宝宝卡水嘴出须弥破分身继续飞、啊、应该还有卡水嘴放顺，然后宝宝贴就再扛，这里不让狮驼进去，骷髅怪撞过来了，哦，正好还这个速度配的还挺合适啊，不然的话这大金都顶不上。有贴，继续贴、嗯，那这肯定要贴了。那只能靠神木林的爆了。他这一场啊，整场没有。他现在不是爆不爆，他是很生气，秒三号宠一直在神。对，他很生气。只能靠神木林。赵哥，写上时间，先增加一个高速单位啊，去信一下群鸟，继续。哎，你看变了，我不跟你叫。嗨嗨嗨嗨，大哥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嗯，普陀倒了，普陀愤怒清空，这对战方阵真的是啊，如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不是观察猫宝宝的神佑次数，估计观察猫阵不好扛，会打开，对，打开局面了，对，感觉早就开了，这局对开了，能开，因为没宝宝卡药的话你顶不住，对，催眠普陀不让你水枪啊，两把塔，那这回合对战方只有一个五号位的须弥啊，别的是没有进攻的能力。师伯，五、哦，又是一加一，对，一加一。这三号啊，必须要给官方这边，对吧？留给官方这边续命啊，续一直在续命，对，一直续航上太多的时间了啊，真是续命。就是说拉起点个灯，距离这个打开局面其实就差
差宝宝神一两个桶，对，就差一两个桶。是你每次飞过来给这边血量压力，再飞掉一两个桶，是完全不一样的。没错，因为他普陀不用出桶，他就可以一直在回复，对，对吧？一直点灯就好。这边很多不合，除了女拔木啊，除了女拔木在招桶，其他单位好像就方寸刚才飞了一个，就没有在招桶了。没错，这是区别很大。那这样的话，这回合对战方狮驼岭因为是没有变身了，对，他看怎么保，他得先，我觉得他得先出桶，又吹女儿，如果吹中，啊，就可以，吹中了，啊。套石头，没套中，没中。那五号位的须弥是保不住，他一定是博须弥，因为博须弥可以有一加一。贴雷手，雷手比较细节，而且须弥应该是暗防御了。这把金青，金青很舒服，这把金青很舒服。嗯、你看暗防了，壁垒在跟啊，壁垒在跟，没办法。对面已经冲了这个30回合了，对吧？39回接近冲了，从后面差不多第10回合左右开始，对面明白了，对，我不青蛇，我就是这把大克伤害一直灌。但是啊，观察方这边确实也是这个三号，对，对吧？挡了太多的伤害了，给观察方这边就普陀啊无限的点灯权，对，不需要去招虫。就踩塔，你看他这把普陀就可以去起个纸人了先，啊，他没必要，对面场上有两个配速，有两个配速，狮驼没变身，对啊，没事，对吧？你起个纸人，或者说你给牛村再点个灯，点个灯也可以，让两个卡血虫，对对吧？蛇胚跟那个直接给自己顶上，是。这把观战方会催对也不会催对面武装，对面武装可能会出宝宝，这把可能要催对面的普陀。崔普陀不让你水狮驼，就是这回对战方就是要保证狮驼岭要变出身来。变出身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水清狮驼，一个是武装清风望月。嗯。哦，女儿够精清了，那这没办法，精掉很舒服。对，再顶个灯。对，那这样的话，对面狮驼变身，武装出宝宝。大死亡状是什么意思？这是要直接压吗？尝试一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大死亡状是不是直接连直接压了？直接压。嗯，但是抗性很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嗯。啊，抗性很好。拔木是群秒的吧？我感觉官方拔木一定是群秒，嗯，不可能单杀。嗯，这要是弹甲没死，那就晕了。对，3600，啊，刚刚够了，够了，出了一个魔镜击败了。哎，这个三号就顶掉了，上来这边再吸一口1800。是。那这样武装愤怒是清空，女儿精清放过了，只有普陀又愤怒了。对，因为神木灵刚是被笑过了。这一边的女拔木是过了，嗯，因为她是在起塔之前被笑了一手，但这个时候她已经不需要去放大了，她这个时候只要是群秒给面伤就好了。对面只有一个女儿放过不够，她最多就是走把三飘，普陀够，女儿催普不方寸催普陀，女儿控狮驼岭，她狮驼岭动不了，嗯，她狮驼岭动不了的话，这回合观战方可以选择去群。可以去群宝宝，如果他三票，然后方寸就控一个。这边女儿，这边普陀他起来，如果他够笑的话，是他可以笑。先起个纸，落魄，防你一手拍吹，笑了。其实这把他有分头，这样子控，于青，啊，啊，所以说他普陀过吧，笑掉这边普陀，然后控一下对面双。所以说就是你，所以说就是女儿套狮驼岭，然后方寸推普陀嘛。对，再贴，真的，观众们距离打开群还是差神木林那么。来看一下神木林这把群秒啊。嗯。你看这把把宝都飞掉的话，局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他这把拉起武装会套一个。有没有法连？没有法连。没有法连。拉起，因为他拉起来武装会套一个，如果套中你的女儿村，你难受。这边女拔啊被笑中了，给个回春，哦，套方寸去了，那方寸出宠，方寸出方寸普陀出宠，是吧？方寸普陀出宠，那女儿村能动，对面狮驼这把休息，啊，直接丢三飘了，飘中武装，那也不亏，对面也不亏，也准，赶紧出宝宝。观战方刚刚这个回合的，就是这个
打的啊，我觉得略微有点乱，不然的话不会打的，就感觉上一个回合被对面打的真的是裂，有点裂的，有点大。哎，蛇在飞，也开始有点难受了。对，你下把还得变蛇呀，开掉。你看观众方现在场上也是配速了，对，他也从叠得出了，他这连续的去打面，每回合都经受两回合经受一波面伤，两回合经受一波面伤的话，他这个血量也下得快。对，对面的愤怒释放的非常完美了，他主要是他狮驼伤害太高了、其实观众方狮驼是有马的，但是好像对面没怎么清他的草啊，草吧，那就不让你换，对，对吧？你有马是吧？憋在家里啊。如果观战方这边的狮驼的宠被清掉，他能够换马出来啊，这就不一样了。实在不行，还有一手象形啊，手就能象狮驼。对，没错，你手动换一只，我觉得象狮驼对面神木林一秒过来，那就是，对吧？小儿科了感觉。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如果拿出来这种宝宝的话，那其实神木林也肯定，就是对面也肯定知道，嗯，那神木林直接就可能会给你冻掉的。啊，先金青，金青还是有速度优势啊。分身还是打一下防守。对，三飘过来没中，再点灯。清风继续飞，啊，这个时候不管了，就是冲刺。嗯。再给魔镜激发，那这就得七千开啊，六千，再贴，嗯，应该是纯贴啊，看一下。对。都贴。有盾，有盾还得贴。方寸不用贴，方寸有刚刚破掉分身。方寸不用贴，因为这回他的秒数是三飘的啊，象形。天魔觉醒，然后下河，然后 CD 到再招。先把高连清了。打得很极限是吧？但是他们一丁点，没连到。哎呦，这边是不是你选残？啊，给了一个大招，这个是归属。对。比较郁闷啊，这石头不能换宠。场上宠的话，如果你花一盒去换的话，本来对吧？感觉你现在局势会变化。看一下这把，这边双峰能不能打出节奏？他武装这把由于是清风的，对，如果你这把一吹一控，把对面控得好的话，你要存战久了。对，你下把的话，你对面可能说你控制会比较方便。嗯。观战方女要存直接手动按久。哎，神用了一下，飞速是神用了一下，看一下高连啊，破血，再神还行，再招，还是双幻魔，七个塔，那这样的话，对战方也是暂时稳了一下，因为宝宝两个宝宝神用一下，把局面先稳稳拍一下，但是下回官方女儿村精清，女儿村精清的话，变身一直性的变了，对面也不会套了，他只能丢无魂了。丢无魂，女儿丢是暗器。你说观战方会不会选择这把不精清，直接接个罗汉？不过感觉好像他神木林并不是这种主伤啊，好像。不过我觉得接个罗汉其实也可以，还是得接稳。我觉得接个罗其实也可以的。得接。精清是吧？啊，精清保变身啊，他可能会想到对保变身，保一下变身。顺便把血线往上抬一下。不过那个魔镜激发孩子啊，在那儿给的压力。女版本一会儿估计要单砸了，我估计。嗯。啊，还是金掉，保证狮驼变身。那个法系，那女儿发射飞镖，武装丢无魂吗？哦，先点大灯，也先稳一手。但是对面狮驼快，这把对面狮驼是先出手的。哎。没有，刚才背过大金了，背过大金了，对，疯狂，应该封不满了啊，对，只能六个了，对对对，只能六个了，全贴三个，四个，这把飞过，飞不太出伤害，再贴一下石头脸，因为法系被控了，所以说这个回合怪人猫压力不大，对，就算来一个小蓝烟，稍微降一下伤害，四千一，再跟群。烧了宝清掉啊！那官方经过了这十个回合有点危险，那算是又稳住了。我觉得稳住了，稳住了。其实我觉得两边这么对子，我觉得是对对面不利的。嗯，因为毕竟你没有帮手啊。
对，你的进攻就像刚才我们说，可能真的属于这种刚才那十回是非常连贯、背水一战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很连贯。但是你一旦进攻不下来的话，你自己其实你的消耗已经非常大了。对，有个老成员，对吧？啊，一而再，再而三，对，对吧？三就歇了，一鼓作气嘛，再而竭，对吧？三而衰，对，三而衰。打 PK 也是这么道理，如果一直猛冲，冲不下来，那就没办法了。看一下方向盘，再补个光，就把两个被对面破甲的那把光补回来。好像是再而衰，三而竭。对，再而衰，三而竭。咱们回去来问一下我那个同志。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样对战方，你看这就场上只剩两只宠了。狮头领，九合定身，血量比较安全。普陀踩塔，普陀这把可以笑了，反正普陀可以笑对面武装，对吧？那现在这样子，对战方他即使两个输出都可以出手的话，我感觉不太好同时出手了。幸好对面石头比较快啊，嗯，也不是以前那种就拔木双幻魔的时候比对面物理快的时代，要不然对面很难出手啊，我就无限单砸你，我感觉。给你砸诅咒，你飞出来啊！啊，推你了，不让你动。哎，这把没有推中，没有推中。哎，先笑马戏不给晶晶。对，摇铃铛了。哎呦！有蝙蝠啊，有蝙蝠哦，先接了个罗汉可以，这把罗汉还是很关键的。他是宝宝组成的，不到人身上，开了个吹，再补光。我想单，哎，这是想单杀，单杀一手，但是不是接龙，就想单杀一手。这把想单杀好像有一点。有点草率啊，我们还得注意是对面的宠就多了，对，就看他能不能撑得到那个绝杀了，就宠现在不太好，就是你只能是在你先往后打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得先把宠先出全了，对，你先出宠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观战方这边，我觉得到最后如果真的能打到这个绝杀的时候，我基本会主动换马，然后要拿一下速度，对，62回或者63回的时候对主动换马，能撑得到67、68回，对，冲了、这应该是存货应该不多了，对，冲了，打了个蓝烟，魔镜伤害是很高的，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子这边麻雀有盾，对，就看神木林吧，因为他但是神木林这把是不会用风卷残云的，因为他刚才用过一把荆棘舞，一定会消耗了一些风铃，他现在只有还像很稳啊，像哦，没有，他有6层风铃，哦，对，他点的是冰川怒的技能，荆棘舞不消耗风铃，不消耗，嗯，他开局可能也跟他所想一样，我慢慢冰川怒，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行，这样打下去啊。这边有双峰控制，对，比青宝宝啊，比不过，对，比不过，嗯，然后开始因为有大克，我换一下思路走飞秒，对，看一下啊，对面就看宠能不能扛得住，狮驼岭跟神灵这把还是要注意，在笑女儿村不给江青。啊，先哦，全是虚弥了，那看来应该是宝宝不多了。哎，三号清药。那狮驼岭也出吗？现在观众这边一把罗汉盖进去，下把再走就套不中。那其实套不中女儿啊，这把要风卷残云了，这把应该是要风卷残云。平 A， 清掉一只虚弥，魔镜还在飞。断掉了对面的一些希望，没办法，没有风卷，因为石头脸这把没动，所以说没选择风卷。那可能对面的存货宝宝啊，因为前期真的消耗的太多了。对，开局阶段他的方寸的他的女儿村的宝宝是狂飞啊，嗯，神木林的宝宝也是狂飞。再加上对面的宠，其实这个运气也不太好，没有怎么去对使用，
所以说飞得很快。官方这边即使被大克，他有这个两个帮手，再加上这个斯托里恩，超级三号宠，对，应该是超级三号宠，所以说没办法。这把牛春的话，应该蛇胚卡个大金。如果你想稳一点的话，甚至补活都可以。直接来了，稳住。对面这把双峰这就是还是继续去压血线，压血线这把我估计神木林也会把风卷放掉，因为风卷，这没办法，失活他出来还是对，不给他机会吗？你只能风卷，说风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平秒的话不太行。啊，对吧？还是风卷，三千，飞掉一只虫。哎，方寸，一丝。有没有连没没连没了？对，没了。而且我觉得连，因为有纸人有罗，对，我觉得死不了。还大约还有七八百，感觉。对。又扛住了一盒，对面刘春是喝的酒，这把关照方应该要出宠，就普陀跟方寸有可能都要出宠。真的是，对面有配速，有配速可以顶药。我可以给鸟村再顶一个大金，是啊，不去点个灯啊，去点个灯是可以的。对，对面感觉就是真的是打到弹尽粮绝那种感觉。哦，也是也出虚，这把出虚，因为我有点想啊，这是什么？哎，两只，嗯，难道这把是有也要飞了？哦，贴了五千。看一下啊，以前那也没有啊。这两只虚弥出来是这个意思，就是直接能把对面的两个风系带走，或带走一个，然后守尸吗？我们来看看啊，法系群秒。还是说观战方这边有算清楚了对面宠的，就是算宝宝的一个人员，就是算了啊，就对面没宝宝了，没宝宝。但我觉得没宝宝也没有必要拿虚弥去、啊、去这。我确实认为，因为你这边是很久去没有就都没有去飞秒的，所以说对面的一个血量基本上都在七成以上。你除了象群对面的两个输出，还有幻魔就稍微咬一下对面其他们，其实对面的血量都不错的。这把虚，如果对面真没宠的话，我还可以就理解一下啊。这战方这个一鼓作气真的是有点差不多了，现在再摔算就打得不错，真的打得不错，但是这个速度如果对面武装能比普陀快啊，我感觉都还要点那个。我觉得快，你遇到观战方普陀这个宝宝的身幼啊也没什么用，我觉得也没什么用。对战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至少有四把飞机，就是狮驼岭加神木林群，就最后都是那个啊，对，那个神都神佑了，神了。你看这虚弥，我感觉给个大金。那这样的话，对战方，你知道我不太支持打到后面了。你知道我不太支持打后面，就是如果没宠的话，对，我想的是观战方会出那个善恶，观战方出善恶，对啊、嗯，就出善恶。给你来两只善恶的话，我觉得吧，觉得还行。毕竟是被大克加上对面的面伤这么猛，还是得稳着点，别去拿善恶了，真的。他那个善恶是有点耐啊、就是有点耐，不是，我是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你毕竟善恶啊是有几率等于是不出手的，对、哦，还是稳着点吧，对不对？如果对面单位没啥宠，看一下啊，神木林还有没有东西？罗汉先盖，七星没中，哎，没中。没中，神神对战方倒是有可能去看看会不会选择先去把虚弥搏一下，还是直接再飞啊，人开搏啊，搏成破虚弥，对，就说这虚弥出来了啊，刚这个确实没太看明白为什么要出个虚弥、嗯、确实是没看明白，也是破血清宠神佑一下，法系可以群对战方，哎，这只宠怎么说一号还有一丝，但是哦没有哦、先去清虚弥给个黑玉，这两只虚弥啊，这个确实没有特别能够领会观战方指挥的意图、啊、为什么要拿两只虚弥出来，有护飞的话
对，可能说我会理解一点，因为对面有血量压制，是是是，没错、没错，但是没有互飞啊，突如其来的两只须弥搞得大家有点懵啊。啊，来看一下这回合，上把是如春放了一个罗汉，那狮驼应该是要去搏对面五号虫，对战方狮驼脸黑点的须弥啊，直接三飘飘进去了，再给凝滞，这个时候要拿速度了，对，赐予生香控一手，没中。波什，哦，对面有晶晶可以动，我们来看一下，宝宝要跑，没跑掉，国手神，没神，那还有个一加一，啊，须弥也没了，啊，须弥神了，真的是超级三号啊，真的是超级三号，这个位置啊是真好啊，利润在上，我很期待这个，就说能不能打绝杀，如果能打到打绝杀的回合啊，但这就瞬息万变了。他宝宝啊，我都怕到65回合的时候能不能场上有4到5只虫，对，就关键是这样。看，普陀的血量很残，这波跑的话是没有开掉自己的伐木的，他只能普陀自己的宝宝给自己打。这个女伐的话，蛇我记得也是飞掉挺多的，但是孩子好像还没出。对啊，孩子还没出，孩子没出。再催女儿没中，再控你头上有花，这把命中了。这边方寸有点尴尬啊。这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战方他已经不要速度了，他肯定是耐属性，然后是这个抗风灵士。是，嗯，就上寸啊，凌晨刚才控不投的命中。就是得看关键，还是得看双方。哎，这就是，而且就对面石头岭飞过来的数据，不然方寸估计也是个抢速的话，比较极限。先开掉，但这把开掉盲目是动不了，对，他先来个纸、对，先纸。如果对面啊没宠的话，那打绝杀很难，我感觉很难啊，真的很难的、想从打绝杀那样打也很难。 对，因为再怎么说我这边是我即使不抢速度啊，对吧，对，有些时候我还有一手象形，我就是说防一回合、是，对吧，而且已经凝滞了对面的狮驼脸、自己再拿神马出来，观战方的狮驼脸是有一速的。对，现在就看对面还有没有奇招啊！在这还有九回合进入决胜时刻，女儿村晶晶，晶晶保证所有单位出手，我们来看一下，斧头双灵动了，再套你法系，对，但是没有套中，灵动。后血再清，再清掉，没啊、还是还有一只虫，还有一只天魔觉醒，还有毛。哦，凝滞，哎，不对，狮驼岭是没动吗？狮驼岭，为什么狮驼岭没动呢？这不可能啊！我来看一下，我先看一下、先冷静的分析一下他的狮驼岭为什么是没动 啊，咱们继续看这边普陀血量有点残，他变身也有，对吧，这是为什么呢，没蓝了，不可能吧，飞吗，我就想，不会不会不会，一定不会点炮，会有自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操作很难，不可能，因为他一定会飞到方寸，他没有必要去点方寸飞。对，但是我只是目前啊，只想到这个可能性，咱们再看。那女儿村这把金青等于是浪费了呀。来到57回合，比赛还有15分钟，那么差不多啊。能打到65，因为可以是两边都是这个女拔木。对，没错。破甲，是为后面做准备了。再出须弥，三号飞。嗨，这关键关键们没买到。这宝宝扛不住呀。连环点了，因为有速度了。有速度了，不给你机会了。这得看能不能贴得住，因为女儿村血量还多。是啊，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是能贴得住，能贴住的话对战方就不亏，因为我只要能出手就行，对吧，哎，最后一下，哎呦这没贴住的话那就难受了，对啊，还跟了一把之后，
那这就很难了。你即使龟速就是人拉起来再飞一手，观战方就有准备了。哦，这还劈到了虚拟下滑，他应该是劈那个幻魔 A 的噩耗的，对对，那个配速。嗯。那神魔林没有风铃，只有一层，效果不大。这边整体英雄也出虚。啊，直接提起来再飞一手，但是如果没补虚，如果补虚 啊，没补啊，真的对啊，石头灵就倒、哦嗯，没有，他有盾还行，他是个长神的就长神，那就看这一手极限冲刺了，因为这把拉起来石头灵飞完，再跟神木林的群秒，可能就会决定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走势了。如果他能把这个有盾的女儿秒倒，我相信就有戏啊！是方顺把这个有盾和九人女儿秒倒，再加这个普陀秒倒就有戏，不然没戏。啊，那谈假的没戏了，那只能倒个普陀，倒普陀没意义不大。意义对，但是这个柯九的女儿倒啊，还有意义。对，但他没宠啊，我这样看，他有宠他应该冲冲啊，这样子的话就很难了。是。包括这边女麻木可能都不用交九秒，对吧，来个什么一惊一夺稳住的话，65秒对面没啥希望。如果没宠，有宠的话就还有追一点点啊，还得哦直接出虚，先把你人压死再说。孝林女儿村这样冲吗？女儿村没动啊，女儿村是没动的，能留一回啊，女儿村没动、啊、对，想的是留一回，先变身。对面普陀是接了罗汉，但普陀要倒啊，这样的话普陀是要倒的。普陀没宝宝了，哎，普陀刚出来还是飞掉，拉起武装，这边拉起普陀，普陀可以先点灯，武装套也只能，哦不行，他武装不会套，他武装即便出他，因为他是认为你会精清嘛，你看他不会套。嗯，耍了一手套路，对，然后现在我石头有速度，那基本上很难了，真的很难了，难了、嗯、主要是没宠、啊、对，没宠卡不上药啊，对，卡上药还能说撑一撑，对吧，打到65，真的是打到弹尽粮绝，前期啊被观众方这边拖好像节奏拖得太久了。 嗯拉起普陀，普陀先把灯顶，但是即使点灯，官方飞机过去，其实也扛不住呀，挺一口啊，中五血，哎呦，这人没单位太少，有帮手，嗯，耐这个人头，很多时候，对面神木啊，除了内核打出的高爆发，就是。观战方罗汉他苍灵血啊，对，那会儿可能真的有心，我感觉是有心，因为他前一回合是风卷过，对，风卷过，对，然后第二回合立马就苍灵血雨的，就那回合是打出了很高的爆发，对，虽然是这边有罗，也无奈也是很无奈有罗、嗯、这也是我之前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神威组里边也出现过，就是你一直在你没有速度的情况下，你就一直面上林伯成就翻江搅海、三点就翻神魔林就群，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看似你这一波打下来伤害很高，大家感觉视觉也很过瘾，非常的面伤，对吧，打下来很舒服，很暴力，嗯，但问题是你下回合你停了，对啊，你就停滞了、那么我这边罗汉一盖，不过把灯一点，等你再要飞的时候我就血量已经回得差不多了，就是不能连贯，对，笑武装冲愤怒，然后看一下啊，人开应该会点继续飞，丢武魂再中，对，不让这边啊，只能这样子，那只能现在就是来看对战方石驼岭的这种真的是孤注一掷的打法了，还出了个假，对，普陀应该是要倒，除非啊观战方这边你把木有进去，张木群武装倒地，对面也停，弹了甲，弹了甲还没死啊，这时候高廉来了，那这真的是太难了，嗯，太难了，这是真的太难了，
真的是打到了弹尽粮绝，这是真真正正的弹尽粮绝。是，62个回合，观战方石头脸，我估计这波观战方可能会直接选择去清心咒开下石头，不能让他再中了。发文夹再中，你看啊，没有选择丢清心咒啊。但是也挺不错啊，一个拔木鸟，对，就有四只，是。哎，什么？有高连压神木，神木没死，恶爆还没死，给普陀点个大金。但是有虚还有一只虚米，对，有一只，看武装了。啊，武装出了个宝宝，63回合，还有多少九转呀？对，63回合，对面血量全残，这边 一飞出去，就可以收割了，就看他这边能不能出手，他的狮驼脸，这把女拔木得招怨灵了，没有仪式啊，观众们，女拔木也没有出孩子的，对，他这个时候来不及出孩子，他要招怨灵，要群秒了，对，是吧？这种残局，这肯定是不想。现在啊，其实对于对战方来说有个机会，因为他这个时候拉狮驼的宝宝一定是五号虫。嗯，观战方没有武装，狮驼岭这回合呢，就算是出手，他也不可能说去连环五号虫。对，五号虫不死，拉起狮驼，狮驼岭是有机会的。对，五号还站得住。对，就飞出去，五号站得住。有晶晶，哎，不能用高速拉狮驼。哎，你看这把给清心咒了，保证出手。再丢武魂还能中吗？这一把如果再中的话，真的就又中了，很戏剧。来看一下狮驼继续飞机，这边要倒两个人甚至三个，就看神木林了。哇，狮驼三个人聚首，哎，不点着宝宝秒的话秒不到狮驼，秒不到狮驼脸。看一下神木林怎么说，点着水秒，风卷残云点宝宝，极速怎么说？有没有连？死两个，但是宝宝没死啊！不，风卷残云是不会连的。哎呦，这难受。高连没死，压死对面狮驼，差一狮。来看、啊、每一个高连都守人，强拉狮驼岭。64回合了，64回合，狮驼岭还没飞出去。但是即使如此啊，现在来看观战方九转应该是要比对面多得多的，对，他一定比对面的九转多啊。那肯定。你哪怕是他的高连都可以拉啊，对，他的高连都可以拉的。我们先来看看啊，还有清醒啊，没有，这把是直接先封了，两边互封，封法系命中，套你狮驼，没套中，一套，虚迷僵尸。但是没有连，哎呦，为什么是个僵尸？如果是童子，我感觉倒了，你觉得呢？有可能是差了几个加伤害的内丹啊。对，哎呦，这那这倒光了，雪山打的是真的不错，就差那么一丝。那这应该是倒光了，那这倒光了，这边有高连拉的，那没有了，清场了，那这清场了，嗯。哇，最后这几个回合只能说，不过的确啊，因为前期的劣势还是略微有点大，包括在清爽的节奏上略微不太好，对啊，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恭喜林隐寺获得这样比赛的胜利。当然了，雪山这样打的已经不够好，对，只能说欠缺一些运气，对，欠缺一些运气、嗯，这头僵尸啊可能是招牌，有可能是招牌。